啊，要怎么叫他出来啊？那个 F 九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去买一只。然后我的商店又被虫子挡住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买它的食物。早安，早安。我要去买动物。宠物太远了吧？安安哦，维尼，哎，我那天就是看到你那个好友推荐那边，就是说你正在观察、观看绿宝。我想说，哇，绿宝不是金变态吗？我想说你怎么会在看他的台？然后就点进去看，直接先把你标出来，对吧？我要去养兔子，我去养兔子，然后好像可以让宠物上那个嘛，那个什么交通工具，然后也可以喂养它们。我要去买兔子。哎 欸，我声音会大会小啊，因为我自己这边很大声，可是 GTA 传出去的声音就很小，所以我很难拿捏。像比如说，他们说我声音小声，就我一大声，我 OBS 就爆掉了。啊，但是我平时讲话声音大概这个声音大小。啊，如果就是突然出车祸、尖叫或是笑的话，就会爆麦。会很难控制啊！早安哦，一来就吃广告，吃起来！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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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应该领钱的。宠物店。哎，有鱼哎，锁门，OK，我昨天没参加，昨天在画画，虫子领养出去，但是养兔子啊，鸡你在哪里？是啊，为什么可以养兔子？啊，就是可以养兔子啊。我也养兔子，然后嘞 我回去问人，没办法分开路人声和电脑画面。是可以啦，可是这样子不是又要再多开一个，开一个录影程式吗？这样以后你看我的画面就会很卡哦。有要关心院长哦，我刚传，我开台之前传过简讯了啊。那、啊、这样坐轮椅去跑山神经病哦。
你光骑脚踏车跑山都很累的，你要用两只手推自己的体重，那太恐怖了。这游戏我还卡在新手教学，你是说线上版哦？线上版新手教学不用解没关系啊，还是说单人模式是不是？单人模式你就是解完前面射完东西就可以结束啦。啊，这几天没开台也是一直拼命想办法。哎呦，牛哎！这里是哪里？看一下，好，这边有一个尖尖刺刺的，好，是一个很像头的下面这边，哇，有牛哎！下来看一下，有牛。等下他是怕我吗？欸，不行，他会怕我。我以为这个牛会让我靠近摸摸它，可以吗？不行欸，牛会怕人。怎么前几天进城都没开台？状况不好吧？而且我进城也没讲什么话，其实都站在柜台发呆啊。昨天本来要开台的，结果我昨天，就是我进城之后在边画画嘛，然后画完之后，他们阿米狗也差不多快开始了，然后想说那时候脑袋烧的有点多，又不去参加阿米狗了，想放松一点。然后昨天就是7点半到10点多都没有人受伤，我就站在柜台一直在发呆，真的是发呆哦。我买啦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叫出来啊。刚刚学弟说什么按 F。我就是要回去问他。哦，F9 哦，哦是九哦，我回去好，这边太黑了。感谢。啊，你们要看我画什么？等下等等我回去，等我回城堡，不是城堡啦。回医院。听说有人买猪，结果被朋友弄死。那个朋友说家财，就晚，没办法，因为白天太热了。我白天如果你要我继续上班的话，我的人物在吹冷气，可是我自己在吹暖气啊。所以我没办法，因为，不是桑托老吧？不是，晚班热闹 对啊，晚班是热闹，可是，会来医院的通常都是已经闹完事，或者是已经准备闹事才会来医院啊。像昨天就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医院就稍微热闹一点点啊，兔子。他口呼呼呼，没有啦，反正会开就会开啦。我现在 YouTube 的流量经营状况非常非常糟，主要是因为
自己低潮期啦，低潮期到了，结果影片也没有什么再出，导致就是恶性循环啊。你看，你担心影片不好，然后没有出影片，然后盈利又更差，有没有这种恶性循环？对啊，我就是最近想办法让自己好过一点啊。我再不振作一点的话，我要穷死了。哎，警察吗？哎，发生啥事了？没喝哎、欸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好吗？买一瓶吗？不用不用。哎，他回来一了，瓶找就他，好嘛。找他，找他，找嗨，他要买，他要买，跟他买，买什给么？他，给他。嘿，你们旁要不边聊，要旁喝一边聊，你点们去旁边。酒？多少价位啊？等一下，我没戴口罩。你买个我们的香槟王吧，一瓶4000块。一瓶吗？对啊，买一瓶嘛，小好啦小好啦，的。买一瓶啊，给我一瓶吧。哇，你人真好。哇，你人真好，我都还没换上班的衣服，你就跟我买酒。你应该挑一支母给他看一下吧，就算你没有换。我给你一瓶了。好，4000嘛。对对对。这个五可以吗？太生硬了吧！我觉得还蛮适合小型男的你要耶。不要住个院呐？我觉得你是不是伤到脚啊？啊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伤到脚？你的脚很为健什么康，会这没样事没事说？没事没事。对啊，我脚很正常啊。小新哥，你是不是要跳一下？我看你在瞬移耶。哦，我刚去买一只宠物回来玩。哦，现在目前上医护局上班可以带宠物的哦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别走。因为院长还没回来，我就是想摸摸他嘛。刚买回来的新宠物，虽然领养代替购买啊，为什么我没看到你的宠物在哪里我还啊？没交出因为来，我怕它死掉啊。因为最近很多神经病会虐动物欸，我很怕。我还以为你藏在你的裤裆里呢，你吓要死我看了。吗？看看。哎、欸，我劝你不要随便在我面前骚扰女小性狗狗，哦。乖乖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摸它吗？你看着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去攻击了！不要乱打，不要乱打，跑掉了啦！我等一跟你下，主玩叫回吗？来，哎、欸，警危长，我险要呐、报案，他危打险呐、我，警察欸！哎，打兔子我，被撞了啦！你把兔子吓死了，你要赔多少？哎呦，我的兔子！完蛋了啦！这兔子能救回来吗？怎么办？怎么急救啊？回收宠物吗？小心看看你，这是你的宠物吗？等我一下哦，我急救它一下。我可以急救宠物哦。没有啦，有急救宠物吗？跟着我，啊，卡住了。我刚真没看到那只兔子，它怎么会被吓跑？你刚刚想去啊，打那只狗啊？动物的本能会跑掉啊。没有，我要摸它，我没有打它，我要摸它。我想它说跑奇哪怪的去动了？物，它跑哪去了？我要摸它的时候，手突然抽筋，就打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李兄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啊，对兔你子买酒你嘞？就这样，真的很夸张哎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跟我老板娘讲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、欸，他复活了耶！
啊，这哎，个兔他可兔，以做些什么？有才艺表演吗？没有，啊，我看到你的脸，我就会被吓到，就一只能喂只。它，你可以去喂它，我要怎么喂他？我可以喂他喝酒吗？不行，哎，你不只能要喂它吃吧。饲料而已，兔子只能吃真牧的不草跟行。饲料，不能吃其他什么东西。饲料也是去那个宠物中心买吗？好像我是不直知道。接线上刷卡吧。啊，我的兔子怎么不见了啦？它很调皮哦。哇，你们都有宠物哎！你要是不要你的去宠物买在啊？哪里呀、我没有去买哎，我才刚睡醒没多久啊。可以我去以买为只你来是睡玩啊，还醒。不错哎。我们的宠物可以交配吗？不行，不你行是要是狗跟兔子吗？交配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买狗？对，我要买狗哎。我要把我的狗收好，你不要靠近它。不能交配哦，好吧，我本来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培育新生物。哎，学弟，怎么买饲料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哇，没有教我。这只兔子，不行，我先把它带回去啊，不然我要饿死了。哎，你不要破坏家里啊！哎，它都会突然蹦出来，然后又蹦不见嘞。回来，回来，它回喝来。水，哎，不见，回家了。他刚在喝水。就是你好们不了，是个拜金喵喵的图案吗？在上面一点点有个更亮的拜金喵喵，那边买。有，我看看。对啊，有啊，对有啊。对对，有一个黄色的狐狸吧，应对该。啊，黄色狐狸。啊，最便宜1万块，最高是10万块吧？哎，我的商店什么都没有哎，坏掉了是不没是？事，我也被鬼遮眼了，你要什么买给你好啊？烦我什么都看不哦。到。啊，我要什啊，么我你的都要也买给是耶。我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的也坏掉了。我很努力了，我尽力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我你。除了可乐都有我只剩下右下角的商店而已。我是讲真的，我很诚实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应该看得出来。好吧，我姑且相信你。哎，我第一次碰到坏掉，哎，之前都还买给学妹学弟过啊。哎，小心肝，有空，哎，你们医院闹鬼啊？什么东西突然破掉啊？好常这样啊，医院常常都有那个嘛，分分离离的啊。不用担心啊，焚化炉都不停的一直烧啊。对啊。哎，小心肝，有空来拜金喵喵找不我行呀。啊，那边的音乐我真的没办法待太久啊。你可以把那边的音乐关掉啊，我都关掉了。哦，那你要我当聋子吗？没有啦，你听你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意思啊，我现在是关掉的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你就可以进来找我玩啊，不然我很寂寞很无聊诶。你可以来医院啊，陪我聊聊天啊。我们聊天要收费，你要付钱吗？他们你有这是什一么日意思？女友的那个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把手举起来？他是不喜欢你啊？觉得好像是哎。阿福可以教我几招，到底要怎么抓住客人吗？我都没有客人呢。我只会抓住龙根啊。我也会啊，而且我还很会推销哎，可是就没有客人啊。哎，他们两个怎么突然就走了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他们两个怎么啦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两个啊？没有没好有，歹我只我，不喜欢其中一个。好歹我们也是拜金喵喵的小姐。志明，你都也没有，你没有来消费过哎，要不要改天来坐坐啊？我有帮小姐弄很多业绩了，不是你的而已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啦，他很光顾我。这个我不能说啊。
可是阿福说出来嘞、欸。你他妈的！阿福说出来嘞、欸，没关系啦，那小心肝你就也帮我弄一些业绩吧，小心肝。对啊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。一人一个啊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，可以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别不要乱说话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买啦，买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不然我就每天都来烦你哦。那你可能会找不到我，我都会躲起来看动物哦。我刚刚去买，我刚刚去领养兔子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又有动物的地方可以看了。我都在观察动物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欸，我也很喜欢观察动物欸，你可以带我一起去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？在看鹿吃草啊，啊看牛吃草啊，看猫咪睡觉之类的欸。不会啊。不是看蟒蛇什么的就好啊？没有啦，我也很喜欢看蟒蛇欸，而且越大只我越爱。最近找不到大眼蛇，要去找一下。对啊，那你可以带我出场一起去看啊。你怎么了，小心肝？你的手是不是有障碍？怎么看起来？你看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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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不到我。好啦，小心肝你。你看不到我。哎，你没有手机吗？寄给我啦，我没有你手机啊。哦，对，好像换过手机了。那个是22815。那天大牛跟德华有叫我去啊，我说那时候医护没有人。你说22什么？815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脸又变这样啦、啊？怎么越来越恐怖啦、啊？没有啦，最近主题变换一下，这主题应该就今天而已吧。七月快到了是不是？没有啦，那个想要当一下那个卓别林啊，你知道卓别林是谁啊？不知道欸。啊，我来发布大师啊。欸，小心肝，如果有人很寂寞，你可以帮他介绍一下我。寂寞吗？那好可惜哦。66033一。好。对啊，你身边如果有人很寂寞，男的女的都可以，可以帮他介绍我，说我可以陪他玩。那那个套套学长，你不要介绍给他，他很忙的。对啊，啊是看到車上套套我已经认识了。套套不是一个占三个吗？套套昨天都跟那个小猫在一起耶。不止吧，我昨天看有三个哎。他是我第一个客人哎、欸啊。小猫还有两个新是是、啊，好像还有两个新住民吧。还有一个新住民，那个是不是叫依依的？好像还有叫腐女的吧。腐女我就不认识了。原来是依依组合啊。三个依。Triple 依什么东西啊？想象力不错哦。依依跟猫依，这样就三个了。Triple 依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小姐都被他玩过了耶，他是我第一个客人哎。哇。他那时候给我蛮多钱。谁啊？哎、欸，变态。受伤了是不是？你怎么脸有淤青啊？不是不是需要治疗。不，听我讲很重要的事情哟。怎么了？你们院长在爬山，你们知道吗？哟。知道啊。啊。我刚刚。等，等我听我讲完。他原本是用轮椅在那个。在爬山，但是现在他的轮椅已经坏了，他现在是真的在地上爬的爬山哟。我，可是我们院长传过讯息啊，院长说没事啊。刚刚谁打给？没有，你现在可以问你院长，他叫我过来拿轮椅哟，你们可以问，快点。啊、好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要不要他现在很急，他的身体都快烂掉了哟。哎、欸，赶快啦，赶快啦！快，学长，你开车吗？还是我开车？警察官，你等等，可不可以带我们去？要怎么打电话、啊？我刚好挂掉一个人电话、啊，救命啊！那你轮椅有拿到了吗？还没啊，等那个医护人员拿给我啊。他们不拿给我，我没办法哟。要怎么拨电话、啊？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你上来啊，院长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要怎么打电话、啊？够吗？啊，你们上，你们上，你们上。
你们知道院长手机吗？打给他一下。是。联络人哦，这个。好像这个哎、欸，谁啊？喂，院长，是你刚打给我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打电话啊。哦，你还好吗？因为刚刚变态说。这是谁打？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我是小心肝。我没有打电话啊，傻逼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因为变态说你需要我们啊，拿轮椅。我说就帮我送个轮椅过来就好了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。哎，吓死哦！那个乱吓人，我想一下哦。李世民，我刚打过去，院长好好的，还骂我傻逼，我被骂了。哎、欸，有哦，是通话记录吗？这个吗？哦，我的手又坏掉了，这时候都要重新接，不是重新接啊，重新连。喂。嘿、hey, ，你刚打给我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在医院吗？对，我在医院。哦啊，我去医院找你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可是涛涛是不是在医院啊？他好像刚开车走、欸，哎。啊，刚刚开车走了。对啊，应该是他的车没错啦。他刚刚我看到一个戴墨镜、穿西装的开一台黑色车走出去。哦，好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好啊、哦，我等一下去医院找你，拜拜。好、啊、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想扁他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误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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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学长。嘿、hey。院长到底怎么样了？院长很好啊，刚刚他只是说送个轮椅而已啊，妈的傻逼这样子。他、啊、到底是有没有事啦、啊？你跟我说。他说院长出大事，在路上爬、欸。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变态说要送轮椅过去，说什么院长出大事在地上爬，不是吗？所以他只是要轮椅，不是出大事了。对，只是送个轮椅过去而已。好的好的，那学长先挂了。好，拜拜。哇，你干嘛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进入备战状态啊？嘿。他为什么想打我啊？我没做什么。小心肝，你跳一下、啊。好好好好。他为什么想打我啊？我深究一下。我们去这边讲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。其实这边很危险啊。这边很危险啊，我们进去啦。啊，你给我一个好一点。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我看了什么？啊、你怎么戴着安全帽走我们医院呢、啊？怎么打人？我以为是可疑人士 啊, 啊。哎呀，下次医院有附属商店啊。等一下哦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小心肝啊！我觉得我要海啸啦。你是不是看到东西都不见了？对，你往出口走，再走回来就好了。哦，好好好。我有学弟电话啊，他就叫李世民啊。然后你走回来，应该医院就恢复正常了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嗨，学弟。嗨。哎，等，这个阿坤吗？这个吗？那个是套套吧？对、啊，你是阿坤吗？我是小心肝。他是小心肝。哦、好吧，没办法嘛、欸，白痴。为什么？今天商店是不是坏掉了啊？对，没办法。医院的坏掉还是怎么样？
好像溜就好的。要睡一下，我看是正常的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有一些。你要问他的事，可是他在这边呢，怎么办？偷偷在这里，对啊，白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是你想开车到远方？不要在这，不要在这。我很。院长没有回来啊。院长刚刚好像说跑三轮椅掉出去，请一个医护人员去送轮椅。刚刚学弟过去了。哦，轮椅可以带在身上。对啊，就是从医院带出去吧。哦，好。依我就在旁边而已啊。从后面看看依依真的是很害怕。没有啊，刚刚那个。被车撞啊！吓一跳。有，在哪里？你们又，身材又有哎。他平常有在跳舞啊？左，有。这个身材感觉就是练过啊。说有腰身吗？就是有跳舞的人才会有的啊。哇，你们不要再夸奖我啦！你们再夸奖我，我会想跳舞哎。跳啊！那你先跳好了，可以啊，跳一下。应该要付钱哦。那么 local 的舞步？哎，不是啊，小雨姐姐说要先暖身啊，什么 local 的舞步，你懂不懂啊？哦，我不懂跳舞啊。我是手上有伤哎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刚被车撞了。真假的？谁撞你？这样跳还好吗？这样有伤口这样跳。还好吧，你有伤不要这样跳啦。对啦，不要跳好了啦，休养一下好了。对啊，不然如果有后遗症，那一辈子好不了。那么喜欢跳舞会影响到呢。哎，你是阿花学姐吗？我不是啦，我是奶妹啊。哦，对不起，第一次见面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啊，我就最近比较忙，比较上班嘛、啊哦，正常。嗯，抱歉。你是学弟吗？对啊。你叫什么？他是清洁工，可以叫我小青柑。啊，小青柑学弟啊、哦。对。对啦，我也是清洁工啊。所以医院的那个清洁都是由你负责，是不是？就早上比较闲，玻璃擦一擦，地扫一扫啊。现在新进的学历都要做打扫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也很正常啊。学姐一开始来的时候，你说都是值那个大夜班的、啊。哇，这么辛苦啊！哇，这里的商店我买不了东西了。他们说要睡一下才能买。说要睡一下，睡一下。我也去睡一下。我去其他商店。今天是不是都比较闲啊？没什么事。早上吧。啊，每次射一下都会被扁一拳。好啦，我遮一下画面哦，等一下哦。早安。其实真的可以更早再开啊，只是太热了啦。我就算我早睡早起，那你室内四十几度，你也开不了台啊。你电脑会爆炸、啊。哦，我等一下我顺便贴一下这个东西。这是啥？不不啊，这个是啥？新增图片。哎，你们要帮我解释啊，有在看我。那个 RP 的兔子说我会被其他女生勾引走啦，我就差点不能玩 RP 了欸，帮我解释一下。我要想说不会，里面都只是玩玩闹闹的而已，我又没认真，而且我没有放电或是放入感情下去玩，你们帮我解释啊。那昨天突然寄了不知道什么鬼东西，寄完之后又删掉，就说他吃炸药不开心，这个
最近就是手感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再画了这个。我应该会再稍微改一下，像衣服上面其实还有那个星星的纹路啊，然后头发应该就是不要有分叉这么多。就这个我会拿来做杯垫啊。然后行，担心正常，我知道正常啊，可是就是帮我解释会怎样？然后这个是拿来做。不要讲这么难过的话。我会难过啊，就不知道做什么，反正先拿出来啊。是小心肝吗？不知道呢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啊，我的衣服怎么不见？不要打他啦，这该不会是我吧？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眼镜，我看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我近视很重。确定是他。对不起啊。有空去开刀啦。等一下啦。对不起啊。我看不到路，我看不到路。等一下我看不到，对不起、啊，对不起，墙壁在这边吗？哎、欸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我，哎、欸，他想趁机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心呐、啊！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，等一下，我还有备用的眼镜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看不到路，看不到哎、欸，哇，你行不行啊？哎、啊欸，不行啊，不行。嗯、哦，还、欸、真的都没人要参加哎、欸，还好我有多买。兄、欸、弟，明天去唱一首歌啊！不行，哎、欸，老汉、欸，老汉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欸，我跟你说，报老汉，老汉，老汉，报他们很贵的，老汉，你要也报我吗？8000，8000，老汉，杀了我，老汉，直接把我杀掉。你报我还不用钱啊？你不想活了是？8000，直接杀掉。8000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直接杀掉算了。8000。好了，我觉得他刚刚是意外，他刚刚想抱我去拿眼镜啦，我相信是这么好的啦。不用不用，我帮你解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他不想活了啦。不能啦，我们只剩这个记者了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，可以杀。我们其实还是有其他的记者啦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比较少出现而已。我比较忙就对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学弟，你真的不参加唱歌比赛哦、喔？不行啦。啊，好可惜哦、喔，感觉都没什么人要参加。我唱一唱会笑场啊，不行，请大家吃饭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啊，刚刚有人偷抱我啊，不认账啊。啊，我叫他付钱，他就跟我说，把他杀掉啊，我怎么敢杀啊？你叫喜德来啦，是节目效果的啦，叫他来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啊，我刚好。怎么办？白头发记者又在偷抱人了，怎么办？你叫喜德来好了。这是 bug， 是个错误，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。误会，哎，我们在医院啊。我今天也处理一个说误会的人啊。好好，好，拜拜。你要不要跳一下？没有啦，我这是例行通报啊。没关系，就要来啊。狼行跳一下。都要通报是不是？狼行跳一下。涛涛。可能因为他们之前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吧，有客人不认账之类的啊，现在是特殊维持啊。哦哎、欸，拉汉，你有看过《火影忍者》吗？有啊，怎样？你有看过《千鸟》吗？有啊，怎样？有没有很像？哇，好像哦。哦呦，捧场一下嘛！加点电击就更像了。帮他加一点查克拉，可以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哎、欸、，cos 要 cos 的精神啊，要还原啊。谁在 cos 啊？啊，他在 cos 千鸟啊！你不要指他，那个是他梦中的职业，不是现在他。哦，是他，他要 cos 千鸟。套套电他一下，让他全身充满雷电查克拉，看起来就更像佐助了。哦，有像，有像，有像，哦哦，有像。你们平常会这样子锻炼吗？有像哇，你 cos 好还原哦！哇哇哇哇哇！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我觉得你有机会上那个推荐的场刊哦。转圈圈，老汉认识你偷报一下。想到黑夜，我没有偷报，那个是错误，他就不认账。错误，他不认账。
就这个城市的那个等一下，为什么涛涛这么肤这么黑啦？今天早上看他台还 OK 啊？你这样我很麻烦哎、欸，就是其他有付钱的人看到我真的很难做人啊。你知道报一次要8000块吗？但是我又不是刻意要报他的，都报起来还有不刻意的。涛涛不开心。如果我是刻意要报，我当然会付啊，但这是个意外啊。总不能因为意外就要付钱吧？我那么穷。记者是真的穷哎、欸。真的、哦？记者没赚钱吗？安安，我应该是全程最穷的吧？啊，不止没赚钱，还没读书哦。摒除一些就是会把钱拿去做其他的事情的那些人。好了，相信你是个好人啊，这肯定是个意外。然后平时就动动嘴而已，他基本上不会去吃女生豆腐、啊。那没办法啦。干嘛那样看我？我，这样可以吧？哎，你不是没钱吗？总比我去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好吧？记者需要声誉啊！要是大家不相信我，那怎么办？好啦，我帮你多找几个新闻、啊。都当朋友的呢。我帮你多找几个新闻啊。真的哦，谢谢你啦。对啊，我多找几个新闻啊。嗯，你刚入城，自己也要小心呢、欸。不管在做什么事情、哦、昨天才听说有女孩子被绑架了，真的要小心。真假的？对啊，好危险啊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哇，好好好，没关系啊，不要让人家觉得你，不要让人家觉得你落单，或者是觉得你很好骗，他们就不会找你了啦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那个人被绑还赚了50000块，如果你缺钱你要不要考虑一下。哇，我感觉很好赚、啊。谁被绑还赚啊？哇，然后赚，可以赚一下。谁这么傻、啊？他后来反赚50000块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真的，没有意外了。没有啊，他刚刚后来想一想又付钱了。对啊，好好，意外啊，没事了。好，谢谢你赶过来。不然到时候要解释这些，我也觉得麻烦，你们也不好做事了。啊，我们就以后。改天就多帮他留意、啊、有没有新闻、啊，跟他说。怎么不可以这样子？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？就说是意外没啊？意外发生就发生啦、啊，你们有你们的方式啊。我可以跟你意外一下吗？你要卖我面包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没有要卖你面包啊，我可以跟你意外一下吗？你要意外什么？没有，意外，不好意思。你要给我8000块啊？是啊，我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这样子，我怕我会对你动真感情。真的吗？没关系啊，龙皮好像也很喜欢我。呀、yeah, ，真假的？那我们不打扰你们了。龙皮也喜欢你。欸、这是个新闻呢、欸啊。哇塞！龙皮送他头。谢谢你哦。啊，讲太多了。现在这城市大家都在恋爱哦。哇，真的是鬼岛通过之后就很开心呢、欸。什么？我觉得很快就可以在那个凯道看到你们做彩虹游行哦。不要误会啊，是他喜欢我啊，我没有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是阿花啊。哦、啊，你喜欢阿花？什么？哎、欸，可是阿花是小花，哎、欸，小光的人、欸。听到什么？是众所皆知啊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就你们不晓得而已，真是孤陋寡闻。你还说你是记者？你说你喜欢阿花？可是阿花不是跟小光在一起吗？没有，只是你讲了我才想起来，你之前消失那一阵子就是为了阿花。啊，对啊，你一讲我才想起来。然后有空来我们店里喝一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啦、啊欸，就只要有空，没有跑新闻的时候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我这里有一批新的啊，那个我要我给你一点啊，看你之后要不要试喝一下啊，你喜欢就买。我要 Long Island。
先出去了，拜拜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好特别哦。这是什么？好特别哦。哦，好酷哦，有调酒、哦，哇嘞！帮我修电脑怎么样，学长哦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很特别、哦？新的新产品啊？很酷欸、哦，很屌呢，这个。很。那个是九巧克力吗？对啊对啊。那个、哦酷哦！哇，这个给女孩子会很受欢迎呢。对啊，你知道的那个名字，对啊，送女生很好用啊。真的，爱情泡泡浴，我又想你了，这样，咦？谁取的？谁取的？啊，那个是那个酒店的、啊，酒店他们弄的、啊。哦，对啊。哦，我现在是他们那个公关经理啊，对啊，哦、经纪人啊，我是那个依依的经纪人啊，还有阿福的啊，啊，有空可以来捧个场啊。好，当然当然，昨天你就跟我讲过，只要我没有跑新闻，我就会过去了。行啊行啊，其实那边也可以挖新闻啊。昨天市长有去那边喝一杯啊。有、哦、时不时过去有看到，不过昨天就过去的时候，大家车子被偷，所以里面刚好没人，大家去管自己的车子了。哦、好好好。怎样、啊？啊，没事没事就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嗯、啊。当然没事啊，我是最不会惹事的，好不好？我又不是那个。啊，行行行。嗯、啊，我懂我懂我懂，嗯、欸啊，我懂。哎、欸，然后你下次去喝的时候，顺便带我去好了，我还没去看过酒店。好啊，晚上今天晚上就可以啊。你今天如果待久一点，他们九点就开张了。啊、哦，九点开张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对啊。啊你不是那个奶妹啊？奶妹啊，哎、啊欸，很好久不见呢、欸。今天是九点吗？哎、欸，好久不见啊。那个等一下可能要问一下老板娘，因为应该是基本上是啦、啊。对对对。好好。哎，西哥，你现在有感是做什么啦？做公关哦。那个酒店公关啊，对啊，我还有在办，有需要可以找我啊。你寂寞的话，哎、啊，那个卖面包的那个嘞，他在睡觉啊，在体里面身体里面睡觉。啊对啊，那你手机给我一下好了，我很久没上了。啊好，那个62800啊。啊，手机号码都不见了，好啊，等我一下、啊。奶妹，我去开车，有人要我去载人，你过来一下吧。哎，有事情可以找我啊。新的这个，欸、给你我们那个店里面的新品啊。新的这个有人吗？有没有收到？两个都有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个名字很不错哎、欸。新品啊，你懂的啊。其他的我也给你一些好了啦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你。好啊，啊我喝了觉得不错，我下次带朋友一起去那边喝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喜欢之后来这里消费啊，对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我算你便宜啊，认识的哈、啊，认识我算便宜一点了、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去找一下老汉。好好，你去忙，辛苦你了。干嘛、啊？大家都说老汉嘞，低头族。他刚不是说他去接人？在外面啊。我在看 YouTube 影片。哎、欸，他刚给我看那个新产品、欸，哎，新产品。那、欸、我听完了新产